你的节奏感怎么样？本视频可以测试。这是最基本的 C 调音阶，我会演奏三次，每次用不同的节奏型。第一次四分音符，也就是一拍一个；第二次八分音符，一拍平均两个；第三次16分音符，一拍平均四个。注意，无论一拍弹几个，拍子始终不变，就是一个微子，大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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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如果弹奏过程中出现手脚不协调，比如16分音符一拍弹四下，如果拍子也跟着点四下，那就错了。我示范时用点头的方式打拍子。再啰嗦一次，无论节奏咋变，拍子都是一样的。